我给你们讲过，我跟 CIA 的高官坐在那儿啊谈，我说这些事情，人家说 Miles， 我们是不可能去消灭中国共产党的，共产党在那儿符合我们美国人的利益啊，而且我认为你要消灭中国共产党是很疯狂的，是不可能的，而且美国人也不会跟你一起消灭共产党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我今天你来之前我就知道了，你卖了一个软件卖给中国3000多万美元是真是假？他当时脸就傻了啊！我说我们从来没指望你美国消灭中国共产党，我们只想让你停止支持中国共产党，只要你停止经济、科技、军事上支持中国共产党，我们就会消灭共产党，而且非常的快。战友在哪端？没有你陪伴，我真的好孤单，我的心好慌乱，不知怎么办。没有战友的日子，我真的好茫然，整天就像丢了灵魂。没有你陪伴，我真的好孤单，我的心好慌乱，不知怎么办。你们不在身边，真的好不习惯，我的泪已流干，你们管不管。Thank you.